方五十五首，至甚热背及挛痛，耳脓血出，或生肉塞之，不闻人生方。此时白术牡蛎各五两，甘草一两，生麦门冬六两，生地黄汁一升，芍药四两，葱白一升，大枣十五枚，上九味举，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治肾热，面黑目白，肾气内伤，耳鸣吼闹，短气，四肢疼痛，腰背相隐，小便黄赤方，阳肾一俱治如实法。白术五两，生姜六两，玄参四两，泽泻二两，芍药茯苓各三两，淡竹叶切二升，生地黄切一升，上九味举，以水二斗煮阳肾，竹叶取一斗，去子成汁，下药煮取三升，分三服，不已，三日更服一剂，治肾热，耳脓血出溜，日夜不止方。鲤鱼脑一枚，鲤鱼肠一具，洗细切，鲤鱼三斤乌麻子熬令香一升，上四味鲜捣麻子碎，此下鱼药捣为一家，纳气中，微火熬暖，不果敷耳得，两时请开之，有白虫出，复更作药，若两耳病脓出，用此为一剂，敷两耳，若只一耳，分药为两剂敷，不过三敷，耳便颤，肾风冷，至肾虚寒，腰脊苦痛，阴阳微弱，耳鸣焦枯方，生地黄汁二升，生天门冬汁白蜜各三升，阳肾一俱治，白术麦曲各一斤，甘草干姜地骨皮各八两，桂心杜仲黄各四两，当归五味子各三两，上十四味末汁，纳盆中，取前三物之和盐，微火上暖盆，取热更盐，日曝干，常盐令离盆，九服方寸比，日在，至耳聋鸣，之初皆由肾寒，或一二十年不颤方，固铁二十斤烧赤，水五斗浸三宿，去铁澄清，这根三十斤水一时煮取五斗，去子澄清，菖蒲切五斗水一时煮取五斗，去子澄清，上三味合一十五斗，用米二十，并屈二斗，酿如常法，酒用一月封头开清，用磁石吸者三斤，捣为末，纳酒中，浸三宿，饮之，日夜饮，常取小小醉而眠，取文人于乃止药，又方服天门冬酒百日颤方，在第十四卷中。右方凡食少许，以生菖蒲根之核，点入耳中，治劳聋、气聋、风聋、虚聋、毒聋、九聋耳鸣方。山茱萸干姜八几天，芍药泽泻桂心菟丝子黄甘地黄远志蛇床子石斛当归细心葱茸牡丹人参甘草附子各二两，菖蒲一两，阳肾二枚，上二十三味末汁，蜜丸如无自大，食后服十五丸，日三，加至三四十丸止，皆原肾虚耳，故作补肾方。又作薄利九窍药及颤治耳聋方，生地黄及粗者长一寸半，八豆杏仁各七枚，印成盐两颗，头发如鸡子大，烧灰上五味至下筛，以棉薄裹，纳耳中一日一夜，若小损即去之，只以物塞耳，耳中黄水即浓出，渐渐有效，不得更者，不着一宿后，更纳一日一夜，还去之。根据前，
右方蓖麻仁、五合、杏仁、菖蒲、磁石、桃仁各三分，巴豆一分，食盐三分，附子二分，熏鹿香、松枝各十分，辣八分，通草三分，上十二味仙导草。时令系，别言诸人如之，纳松枝，辣，何导数千杵，令可玩乃止，以如枣核。大绵果塞耳，一日四五度，出之转捻，不过三四日，一枝。右方磁石四两，天门冬地骨皮生姜各三两，山茱萸、茯苓、菖蒲、川芎、枳实、白芷、橘皮、甘草、土瓜、根母、荆子各二两，逐粒二升，上十五味举，以水八升煮减半，纳粒煮取二升五合，分三服，五日一剂，三日乃至散纳耳中。如后方，石菖蒲、白莲、牡丹、山茱萸、牛膝、土瓜根各二两，磁石四两，上七味至下筛，绵果塞耳，日一一枝，仍服。大三五七散家方在第十三卷中。右方熏鹿香、蓖麻、松枝、辣乱发挥、食盐上六味等分末之，做完绵果塞耳，食一枝，菜枳至耳龙方，巴豆十四枚，成炼松枝半两，上二味合至宛如熟米大。绵果以簪头着耳中，一日一翼，药如印，微火炙之，以汗出乃愈，大笑。右方雄鲤鱼脑二两，防风菖蒲细心、附子川芎各六株，上六味举，以鱼脑合煎，三沸，三上三下之，高香为成，滤去子，冷，以一一枣核灌耳中，以绵塞之。古今鹿宴用疗风龙年酒，耳中鸣者，以当归代防风，以白芷代川芎。右方竹筒盛鲤鱼脑，吹饭处蒸之，令阳注耳中。右方菖蒲、附子各等分末之，以麻油合，以绵果纳耳中。广济方以疗耳促痛求死者，右方矾石、甘草、菖蒲、当归、细心、防风、川芎、白芷、附子、乌贼骨、皂荚各半两，巴豆十四枚，上十二味薄切，三升醋渍一宿，以布中水积高酒合煎，三上三下，以巴豆黄高成，去子，纳雄黄末，搅掉，取枣核大粒耳中，绵塞之，日三翼。右方烧铁令翅，头酒中饮之，仍以磁石塞耳中，日一翼，夜去之，但别着。右方蓖麻100颗去皮，大枣15枚去皮核，上二味熟导宛如杏仁，纳耳中20日，拆。右方芥子捣碎，以南耳乳核，绵果纳之。右方取柴胡苗之灌耳中，再度拆。右方作一坑，可容二升许，着炭火其中，坑似教形，以砖覆口上，砖上作一孔子，容小指，砖孔上着地黄一升，以木盆覆之，以泥泥盆下勿泄，盆底上钻一小孔，可容住，其孔上这三重布，以耳孔当盆上熏，酒若闷，去黄水，发果盐塞之，不过二三度，神效。右方捣齿作饼填耳内，以地黄长五六分，削一头令尖，纳耳中，与齿饼抵齐，饼上这秋叶，盖之，弯一孔如柱头，透饼于上，酒三状。右方作泥饼子，浓薄如馄饨皮，覆耳上四边，勿令泄气，当耳孔上以草刺泥饼，穿作一小孔，于上以艾灸之百状，后耳中痛不可忍即止，侧耳泄却黄水出尽，即拆，当酒食，若泥干，数一枝。右方酒三升，
岁母精子二生，近七日去子，任性弗尽，虽三十年九龙一钗。右方截见干二寸纳耳中，以面拥四盼，勿令泄气。酒桶上七状，右方硫磺、雄黄各等分为末，绵果纳耳中。数日闻人语声，右方桂心十八株，野格六株，成间机房五两上三味举，于铜器中微火煎三沸，去子，密注勿泄，以为桶盛如枣核大，火至令少热，期我亲耳灌之。如此十日，丁宁自出，大如指，长一寸，九龙不过三十日，已发果高深塞，莫使泄气。五日乃出之，千金亦云至二十年耳聋，至耳聋齿痛赤高方。桂心大黄白术细心川芎各一两，干姜二两，丹参五两，蜀椒一升，八豆十枚，大附子二枚，上十味举，以苦酒二升浸一宿，纳成煎猪房三斤，火上煎，三上三下，药成，去子，可服可磨。耳聋者绵果纳耳中，齿冷痛，则这齿间诸痛皆磨，若腹中有病，以酒和服如枣许大，咽喉痛，取枣核大吞之。右方以绵果舌膏塞耳，神凉。右方纯作微火煎附子一宿，薛令可入耳，以绵果塞之，至促耳聋方。细心菖蒲各六株，杏仁曲末各十株，上四味核捣为丸，甘急着少株之，如枣核大，绵果纳耳中，日一亿小钗，二日一亿夜去，但塞之，至三十年耳聋方。固铁三十斤，以水七斗浸三宿，取之，乳曲酿米七斗，如常造酒法，后熟，取磁石一斤，研末，浸酒中，三日乃可饮。取醉，以绵果磁石纳耳中，好复头卧。酒醒去磁石，即钗至耳鸣聋方。当归细心川芎防风附子白芷各六株，上六味末之，以鲤鱼脑八两合煎，三上三下。高成，去子，以枣核大灌耳中，但以棉塞耳孔，至耳鸣如流水声，不至九成聋方。生乌头觉得，成失消如枣核大，纳耳中，日一亿之，不过三日，愈一疗养及促风聋，至耳鸣水入方。通草细心桂心各十八株，菖蒲一两，附子六株，矾石六株，当归甘草各十二株，独活一两半，上九味末之，以白鹅汁半合，稍稍合如枣核，绵果纳耳中，日三玄玄合用。一本用葱替半合，至耳聋有浓散方。乌贼骨服底末，龙骨服龙肝各半两，附子一两，与鱼粮六株，上六味末之，取皂荚子大，绵果纳耳中，日一亿，取钗，不钗者有虫，加麝香一豆大，至耳聋有脓，不钗有虫方。鲤鱼肠一具切，醋三合，上二味核捣，薄果纳耳中，两时顷，当闷痛，有白虫者，药去之。更入心者，虫尽乃止，药则去虫，还可用。右方先以指缠去耳中之，以矾石末粉耳中，次食盐末粉其上，十九乃起，不过再度，永钗。右方捣桂和鲤鱼脑纳耳中，不过三四度，至耳出脓之方。凡食乌贼骨黄连赤石之上四味等分末之，以绵果如枣核纳耳中，日三
短句不用赤石之，摇是加龙骨一两，千金一同摇是治耳，耳中痛，脓血出方，取府月下灰，敷耳中，日三一之，每患已毕，子去之，再者，取钗纸，治耳方，陶人熟导，已故非眷果，纳耳中，日三一，以钗为度，治敌耳方，黄凡烧，免果纳耳中，不过二三日愈，或以为管吹耳中，肘后以疗耳足肿出脓，治耳聋。甘丁宁不可出方，导自死白象蚯蚓，安葱叶中，面风头，蒸之令熟，并化为水，以之滴入耳中，满即止，不过数度，即挑一出，钗后，发果盐塞之，肘后以疗油盐入耳效，右方灌作三年者最良。眠塞之，半日许，必有误出。至百虫入耳方莫属胶一搓，以半生醋调灌耳中，行二十步即出。右方取桃叶火运，卷之以塞耳，立出。右方车缸之敷耳孔，虫自出。肘后以疗耳脓血，右方以葱涕灌耳中，虫即出，抑制耳聋。至蜈蚣入耳方，至猪肉令香。掩耳即出，至油盐入耳方，炒胡麻捣之，以隔代胜，轻而诊之，即出。右方以牛酪灌之，满耳即出，出当半宵，若入腹中，空腹时好酪一二声，即化为黄水而出，不尽，更服手用，神效。千金亦作牛乳，至耳中有物不可出方。以弓弦从一头令散，敷好胶注，这耳中物上停之，令香浊，徐徐引出。